街上看到他鬼鬼祟祟，才刚准备想拦查，你是要怎的？但人汽车狂奔，女警也生气了。还都破音了，把一旁的外送员吓了一大跳，赶紧帮忙压制这名男子，还以为是要抓通缉要犯，但其实他只是逃逸移工。台中警备队女警本来是温柔喊话，下一秒变脸起来也是很凶悍，但不止台中，桃园女警同样就派。鹰眼早就发现前面这台摩托车根本是偷来赃物，尾随上前要拦查。嫌犯一听到被问这是你的车吗，知道露馅了就想跑，但他不知道面对的这名女警，虽然从警才短短一年时间，专门抓像他这种窃车贼。遇上远警盘查，真的乖乖就范，因为你一跑，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，别以为拔腿狂奔就能摆脱追缉。TVB 新闻综合报道，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